在解放区内允许人民储存经营，并允许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，但不得用以计价行使流通与私项买卖。如自愿出卖经营，需到当地人民银行及其委托机构按牌价兑换本币。哎，咱们这个地方算不算解放区啊？哎呦，这还用问？解放了都是解放区的呀。对，是干了。你这个人还不是拿女人来？什么觉悟啊？这是。去。哎，快看看，那些草原园的坏蛋要不要判刑的呀？哦，来，违反上述规定者，按情节轻重处理。投机操纵经营买卖，致市场物价波动，影响民生者，除没收其全部财产外，并按情节轻重处以3年以上15年以下之徒刑。老许，要坐牢的。哎，老许，我告诉过你，不要草云源啊。哎呦，我刚才把我赔光了，侬就不要拿我寻开心了，好吧？草云源没有好下场的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是不是？这人是个通缉犯，这样吧，这人看什么呀？问一下，赵什么年？我看看，这人谁啊？赵什么年？写的啥？写的通缉令啊！干嘛呢？犯事他逃了，别跑。赵什么年？上海人，身高约180公分，是上海证券大楼骨干成员。十七哥啊，你行啊，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多字了？我一直就认识这么多字啊。哎，你是不是偷偷去找小先生了啊？还偷偷去找小先生了？哦，兄弟们，这个字我想起来，这个字念风，赵丰年。上海证券大楼里跑的那个。对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人。想从上海跑，无外乎就两条路，咱码头和车站。车站不归咱管，但码头归咱管，是不是？对，是。大家可把码头盯好了，每一个客人都要盯，不能让他从这儿跑了。对，好，陈子，那咱几个没事了，现在呀就周边仓库，咱们先转转，找找，万一他藏在仓库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咱争取啊给政府立个功啊，这么着，好，走，好，走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